谢谢您救了我。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都怪我不好，让两个妖怪给逃了。老爷爷，老爷爷，您听我说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这儿出了一条蛇精和一只蝎子精，他们魔法高强，把这儿糟蹋得一片荒芜。乡民们流离失所，背井离乡。后来天神大怒，为了拯救百姓，将惊雷闪电化作神葫芦，把两个妖精收了进去，压在这葫芦山里。至今已经有9999年了，只要满10000年，妖精就会化为灰烬。怪我不小心钻破了这葫芦山，让这两个妖怪给跑了。哦，是这样。
那乡亲们又要遭殃了，怎么办呢？老爷爷，你跟我来。这洞里有个镇妖之宝，得到它就能重新制服妖怪。哦，老爷爷，您看，哦，这就是镇妖的宝葫芦籽儿，妖怪最害怕了。哦，我们要是能够得到它，葫芦籽儿就能带我们冲出洞去，再种出葫芦来，就可以消灭妖怪了。好。危险！这么烫的葫芦籽儿怎么拿呀？啊，这葫芦籽儿需要绿叶和泥土，有了这两样东西，就能平息它的烈焰。哦，可这山洞里全是石头，到哪儿去找绿叶？老爷爷，你看，Ha, h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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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.